难道是在长白山的时候受凉了？不然怎么突然感觉一阵寒意？天哪天哪天哪，这里有好多。还有一段山路要走，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啊，也不累。才怪呢！干了这么多大事，休息，休息一下。对了，小晴，我之前买了个好玩的东西，你来看看。师弟是神人，力量同我们天差地别，可以后少不得要同许多人打交道。若他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，也不好。我既然是师姐，师弟言行不妥，自然要提出来。师弟，我有话要说。我知你是神人，上天入地不在话下。可现今你我共生，就算不情愿也只能接受。更何况你我皆志在惩奸除恶，亦是同道中人，有幸结伴自当珍惜。对方有难时不吝于伸出援手，而自己有难时也安心接受对方的帮助，这样才称得上同伴。我们没有你那么强大的力量，但你一定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。我有需要你的地方，一定会说。什么什么？什么？香油。行啊行啊，兄弟，都定了。不过叫名字多生疏啊。你就跟你师姐一样，叫我阿尤就好。阿尤，晴妹。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可不用跟你师姐学，你叫她得叫白姑娘。哦，白姑娘。修大哥这么喊我就行了。就是就是，小晴只能我喊。是吧，小晴？好了，也休息的差不多了。修大哥，你看吧。要是我像小晴那样喊你，你也会觉得奇怪。大可不必吧。不知能否帮在下这个忙？小师妹，你可回来了。师姐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月姑娘，见过魏师姐，我与师弟想要拜访真人。小师妹，你快客人进去吧。好的。站住！桑游，你屡次扰乱本门清修，早已被禁止入内，你忘了吗？大师姐，求求你，这回我真的有正事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谁是你大师姐？我已说过，你若胆敢再往前迈出一步，
小心我这口清风利刃。哎，他也是男的，为何他能进去，我不能？我和师姐不能分开，我们必须。停。我师弟初入江湖，掌门嘱托我要好好照顾他。既然如此，还请在门内遵守仙侠派戒律。一定。嘿，你个见死忘友没义气的，我也不想离开小晴啊。你这登徒子，再敢满口胡诌，休怪无情。哎，大师姐。小师妹，你别忘了门规。哎，秀武，你这家伙，你刚刚才说我有用得到你的地方，你会帮我的。阿尤，你快回去吧。可是我是真的有事要。张锦。啊！不进就不进。哎，二师姐，您轻点啊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。师妹，那小子皮实得很，没事的。师父还在等你们，快去吧。小师妹，师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方才为何又不用帮桑游的忙了？师姐，师姐，是他不守仙侠戒律在先，所以这回不能帮。我一起去寻宝吧。哦，我才不去，你也不许去。攻略了吗？门派之内要遵守哪些戒律？外客入内不得擅闯后山禁地，不得有轻浮僭越之举，其实都是些很寻常的规矩。这门真厉害。那个主要还是阿尤，他没有恶意的，只是有时候容易得意忘形，做点什么出格的事情。徒儿见过师父。回来就好。晚辈见过真人，这是我师弟修吾。哦，他在人界时间不长，尚不了解人间礼数，望真人谅解。无妨，修吾神将，凶手西渠是您所除。嗯，这凶手神出鬼没，难以除去，各派联手祖仙盟仍屡教不灭。对于上古神兽，皆由神界武灵之气所生，虽有弱点，但单凭人族之力无法除之。还有一事不明，据古籍记载，西渠等本为上古灵兽。他们何以突然出现在人界，并且变得如此凶狂？他们本就是天域囚徒，天魔女劫狱，待凶兽逃脱。至于现在为何在人界，所图不明。天魔女，不知您对天魔众了解多少？天魔众以天魔女魁羽为首，为叛神逃亡魔界堕魔而成。叛神？竟然神界也有叛徒啊！天魔，原来有此寓意。贫道还有最后一问，
请问神将此次下凡是受天地之令吗？此话何意？听闻上古三族大战后，天帝下令绝地天通，若无御令，任何神族不得擅离神界。此后千百年，即便人界曾遭魔族侵袭，神界也从未干预。但这一次，孟章掌门称您和神子是神界派来对抗天魔众的，不少同道为之意外，故有此一问。真人，我们带回来一张图纸，是在卢龙府军营看到的奇特巨型阵法。这阵法前所未见，仅能看出有很强的束缚之象，且规模之大，着实惊人。此事极不寻常，我会再去查阅祖师卷宗记载。真人，晚辈有一事相求。月姑娘是想说共生之术吧？想请莫请以传术告知于我。真人可有解开的方法？此术贫道之前从未听说，门派典籍中也并无头绪。谢过真人，我们也不便多打扰，先行告辞。那我送送你们。啊，不用送了，你早些休息吧。月姐姐，我会去帮师父查阵法，有什么消息就传信给你。师姐，我们现在回明树门吗？桑游应该还在山道上，我们先与他道个别再走吧。是沈姑娘吗？月儿姑娘。真人与月儿相识？我与月儿姑娘之前的主人是旧识，蜀山仙侠皆为正道翘楚。蜀山月儿姑娘现随月姑娘修炼。我先前险些遭难，幸得主人出手援救。你受伤本就是我们之过，照顾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恰是因你们节气之缘，我才有机会再见他。与月儿初见时，他还很孱弱，而今灵能修为如此出类拔萃，他主人想必也会欣慰的。主人离世前已拥有过一段最珍贵的时光，很幸福。我想主人也不希望你为他太过伤心。啊，皆是命运，造化弄人啊。月姑娘，我重见故人一时心绪难平，不由多寒暄了几句，真是失礼。你们有要事在身，请随意。真人客气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月儿，你似乎不太开心啊。我撒了谎。啊？主人曾说他犯下大错，愧对爹爹，岂能真正高枕安乐？他当时境遇实在复杂，其中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懂。最可怜的就是他爹爹了，后来主人为了他的孩子而牺牲，也许直到那时，他才终于找回了片刻安宁。父亲没了女儿，孩子没了娘亲，这未免……那他的孩子之后如何了？那孩子带往苗疆，我几番辗转，最终还是失去了他的消息。这个护符是你主人的旧物，你若是牵挂主人后代，我可将它赠与你，你便去做心想之事，觅心想之人。
主人离世前，让所有的玉灵回归山野。我在天地间游荡了许久，茫茫无所依，与你们相识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与主人并肩作战的时光。能一起为守护这片大地而努力，就是我心之所想。月儿，不知庄景姑娘对我的信。小晴呢？去查典籍了。那个阵法，真人一时也认不出来。哎，这样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要回明树门对吧？路上小心，有空再来啊。